这没关系了吗？啊，四个都打也没事的嘛。没事没事，水平调好之后定出来再打。好。这个就可以调了，调完就可以调了啊。差了，好像差了跳起。那尺寸肯定不对的。嗯。这一般是要多少？这头是接气泵，气泵的啊、哦，这个接气泵，气泵外接气源，对对对，嗯、气源从这里进来啊、哦，好，就这样，那边是出来走，这里是走到风刀上面，去进到风刀里面。
到这里你看，这里就是有个这样的，这里一条进去。把它停止掉啊，就把它计量棍，就把它停止掉，停止掉，然后按这个点动起，擦完了之后再点一下，千万别开机，手会卷进去的。这样上面水擦一下。他现在在擦了吗？对，他现在没擦。拿个布嘛。还是要擦。电动拿过去。这个不是猪链子，这个刀要擦。好的，加本。这个刀要擦干净啊。好。做好了以后，下面这把刀必须要擦干净。